悠悠跟大家打招呼吧。嗨，我是悠悠。悠悠，你今天要介绍什么啊？你今天要介绍小小兵。小小兵玩具是不是？然后让我先看，让大家先看一下吧。哦，有小小兵的头耶。好，开。这就是暴走小兵。哇哇！果然够暴力，果然是暴力幼，对不对？哇，这样都没有说明书可以看了。哎，可以抽出来了，应该可以抽出来了。哦，抽出来，抽出来，来了来了。说明书里啊，他的头。哎，来给妈咪看一下，把小小兵给妈妈看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轮子，单眼的小小兵，哦，好可爱哦。好，那我们就装上电池，来看它怎么玩吧。还有遥控器有没电？还有遥控器，要打开，开关，装上电池了。老板忘了给我们遥控器。手部感应，等一下去讲，轻压。哇！压是要压下去一下，是不是？用轻拍两下。轻拍两下。哇！哇！你看，不要看，他自己等了。小小兵都不过来，他一直动。你学他叫啊，你学小小兵讲。好，再把它放下来，暴走小兵。哦。哦，还可以叫哦，因为它太暴走了，所以我们要把它关在盒子里面。小小兵，来吧！它在里面都没有办法暴走了。对，它没有办法走了。Yes！ 拜拜哦！啊，又跑走，又跑走了。他很想，还有音乐。小小兵有没有比较正常？耶！
悠悠，好不好玩？好玩，拜拜。拜拜，你用小小兵画。订阅哦。那、啊、你要跟大家用小小兵画，拜拜啊。拜拜，阿里嘎多。阿里嘎多，拜。哦，又开始了。